我今天走在市场上发现的一只来自澳大利亚的澳龙，当我发现它的时候已经怀有身孕了啊。首先说明一下，不是我干的，嘿嘿，我就以200元的价格买下了它，把它放入大海。大家老铁不要觉得我有钱，我认为赶海的该抓抓该放放，举手之劳。大家老铁觉得我做的对的，能不能给我双击加个钟，看我马上。我的个妈来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，这怎么还会爬树啊？这是椰子蟹，听说这个家伙可以活了80年，寿命特别强，最大的可以长到1米，属实是厉害啊。这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啊，有的老铁一进来就习惯性的给你双击了，有的老铁你怎么要他都不给，不给双击加关注看每天赶海直播。以为你穿着吉利服我就看不见你了，这鱼叫多宝鱼，特别好吃。这鱼你要走在沙滩里，有时候你还真发现不了它，因为它的皮肤和沙子是一样的。如果你赶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踩到它，不然会被它吓一跳的。有的老铁一进来就习惯性给双击了，有的老铁怎么要就不给，不给就不给，加关注马上看我换赶海直播了。我的个妈来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，海葵，我相信咱家老铁都见过，这么大的海葵要是把它吃了，我估计赶海走一天都不可能觉得累，关键是还这么漂亮，我是真不忍心伤害它。这是男人的加油站，女人的美容院，咱家老铁吃过的扣一，没吃过的扣二，喜欢大海抓海鲜的给个双击加个关注看我下午。来了兄弟们，有没有认识这是什么鱼的？这鱼叫墨鱼。有的老铁天天私信我说墨鱼应该怎么吃，首先你得有把剪刀把它牙齿去掉，然后再从中间把它剪开啊。我的个妈来，嘿嘿，有墨有墨，双击双击。有的老铁一进来就习惯性给你双击了，有的老铁怎么要就不给，不给就不给吧，加关注咱们的直播马上开始了。